丹尼迪二十一号号称世界最大最高有迪拜眼之称的摩天轮正式在阿联酋迪拜对公众开放。迪拜眼的高度超过250米，几乎是伦敦眼的两倍，施工中使用超过10000吨钢材。这个摩天轮由48个双层玻璃客舱组成，一次最多搭载1750名乘客，转一圈要38分钟。